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我是石涛。这两天呢，让中央银行硬照，就硬卡着嗓子眼儿，不往这个银行里放钱，这件事情把中国股票就给折腾起来。据说不光是中国股票，全世界损失了什么多少亿的，在股市上损失了多少亿的钱。那据说昨天有所缓冲，是往央行往里投了一点几个万亿吧，大概是那么个数据吧。那里外里呢，就是说这一次折腾呢，是人中央银行自个儿折腾。有人叫这个李克强经济学，后来我看也有网友嘲讽说这叫什么经济学，这什么名都往上赶往上起。那我自己的感觉呢，就是说其实中国问题，目前的中国问题呢，对这个习近平也好，李克强也好，确实是个他是个莫大的一种挑战。网上有篇文章这么说的，联合国官员讲中国确实出现了资本外逃的现象。6月26号，2013年世界投资报告发布会上，联合国贸易发展组织投资经济事务官员叫做梁国勇这么说的，就是讲中国确实出现了资本外逃现象。当日的报告说，2012年全球的外国直接投资量下降了18%，其中中国吸引外资的这个比重呢下降了2%，而2011年中国外商投资流入量增长8%，达到1240亿美金，居世界第二位，并且连续20年保持了发展中国家首位，仅次于美国。那按照这个报告讲说，2012年呢就出问题了。文章里紧接着就提到资本外逃问题，他说一般是从热钱看得出来，比如每个月新增的外汇储备，减去贸易顺差、外商直接投资以及部分利息的收入之后，如果是负数，那就被认定为是热钱外流。国家外汇管理局曾经发现2012年交易形成的外汇储备增加987亿，扣除进出口顺差、非金融部门直接投资的净流入等等四个稳定的贸易项目之后，差额是负3200多亿美金。外管局讲说，不能得出2012年在华热钱流出或者资本外逃撤出是3200多亿，但是不过这种热钱减少的情况确实在增大，它出现了负数，出现了负数高达3200多亿。你说都是资金外逃的吗？咱不能那么说，对吧？但是呢，你说它其中没有资金外逃吗？那如果2012年出现的负数高达3200多亿的话，我们刚才看到了另外一个数据，一年它只吸引1000多亿美金。那这一次外逃，2012年出现的贸易上的负数的话，外汇出现负数的话，高达3000多亿的话，那也就是相当于2年甚至3年的外资投资，那这个差额一定是有人把钱弄出去了。那你说是外国人给弄出去了，中国人弄出去了，我个人觉得是国家机密。那事情没有这么凑巧的，其实呢在昨天前天微博上已经又传了，但是在昨天的微博上呢，我看呢已经被微博删掉的一个比较重的微博又加上了一些细节，跟这条消息是同一天出来的。咱看微博上给删掉的内容是什么。微博删掉的内容，邓小平的孙子在这个苹果县的网站上消失了。我们记得前面曾经提到过，大概1个月前说他孙子是这个县的副县长。网传邓家在澳洲买下了一条大街的办公楼，那咱就不知道是整条街给买下来还是怎么样。文章讲说，据中共当局的一个权威部门的高官透露说，邓小平之子邓朴方携款1000亿美元已经逃离了中国，去向不明。那同时邓小平的女儿以及他的孙子同时消失，那目前北京正在追踪其下落。他讲说，官方没有公开辟谣，但是在网站上呢一直在删帖。这事儿是真的是假呢咱就不知道，但是事情呢是在这么传。
他还提到说，邓小平的唯一的孙子在今年五月份曾经被任命为广西平果县的副县长，但是在平果县的县政府网站上找不到他的名字，这事儿十分蹊跷。另有消息讲说，邓普方的出逃是与美国中央情报局雇员斯诺登这件事情有关，斯诺登手上有的机密文件涉及到邓小平家里面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那邓普方不得已才出逃，这是被删掉这条消息。那下面他还引用了彭博通讯社曾经拿出了一个数据，表明呢，邓小平的女婿贺平、王震的儿子王军以及陈云的儿子陈元，他们三个人掌控的资产呢高达16000亿美金。这就是我们看到整个网上的消息。另外有另外一个消息比较有意思的，推特上传的比较多的，那报道当中 BBC 的报道当中是这么说的。中国防火墙之父方冰心辞去北邮校长的职务。北京邮电大学网站披露，有中国防火墙之父之称的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方冰心因为身体原因提出辞职。据说呢，组织部已经接受了他的辞职。文章里这么说的，据说是在他微博上讲的，他说一场大病让他失去了能够熬夜奋战的资本，不能再像过去一样双肩挑，同时在学术上和管理上。那并说，这也是我向主管部门提出不再连任北邮校长职务的原因。然后他就提了怎么怎么样，文章里也提到他是争论式的人物。在推特上呢，有人专门注册一个账号，就是每天骂他一句，每天骂完他关灯睡觉，每天骂完他拉灯睡觉，就基本上这么说的。那他自己本身的年龄只有53岁，那网上也说呢，他可能有癌症。我自己的感触呢，是不是其中有个蹊跷？他只有53岁，以身体原因退下来呢，这是个对外的说辞，自己主动退下来呢，对自己有好处，对吧？不至于硬扛。而他自己本身所代表的力量呢，在这篇文章最后有这么个说法：2011年底，方冰心还聘请了原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为北京邮电大学客座教授，在聘用仪式上称王立军为不愧是铁血警魂的警戒铁腕，而且还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学者，具有独特的文化创意思维。王立军出事之后，那北京邮电大学官方网站删除了有关王立军被聘为客座教授的消息。所以在我个人的看法呢，方冰心这个时候辞职的话，这个时候下来的话，以身体的原因，搞不好跟薄熙来那件事情有关，搞不好我们看到这个原来的四川省副省长姓郭的被拿下呢，说跟周永康有关。应该说这个习近平在政治局里面摊牌公开化，跟这一连串的内容之间是相关联的，在我的眼睛里是相关联的。所以方冰心能否后面没事儿，是个问号。据说重庆市的市长那哥们儿也交班了，所以这应该是整个的一盘棋。换个角度讲，最近去职的人下来的人，你可以顺着薄熙来周永康这条线往上追，应该是这整个事件当中的一小部分。那昨天有个朋友呢，在我的 Facebook 上呢留了这么一句话了，是他自己感慨。他说，涛哥说善的力量是超乎想象的，他讲说深感认同，以神明以佛菩萨判断善恶的标准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定是涅槃的彼岸。不只是人类，众生现世分分秒秒所发生的一切，千百亿年前早已有了定数，如同你我皆能望到数万亿年前的星光。事在人为是个假象，成败在天是个本质，但人类固执的也幻也真，指鹿为马，或许对或许不对，但愿有缘人做个赌徒。回向近期呢所发生的事情，让我有感而发，
与大家与涛哥共勉。那发生了什么事情，朋友没说，肯定跟他自己有关。每一个人呢，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都会有着早已有着定数的感觉，只不过你被现实的利益呢蒙蔽着自己的双眼。这个现实的环境太现实了，太诱惑了，但是当你去抓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你永远抓不到根本。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能从这个环境本身脱离出来，大家作为人，作为一个生命，能够有所体悟，能够控制自己摆脱这种诱惑。我们换个角度上说，拒绝邪恶，保住自己人性，可能等待的真的是一个你我都无法想象的辉煌。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